好，来开始工作了啊。来，我们进行劳动部，好，劳动部主管，来，劳动部主管，第一案撤案，劳动部第一目减列10万元，好，减列10万元，那个可能是议事议事的哈。来，第二案改主决议，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意见。好，我们就通过。第三案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我们通过。第四案撤案，第五案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第六案撤案，第二目一般行政改，第七案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第八案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第三目综合规划业务减列30万，冻结23000元。第九案撤案，第十案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第十一案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第十二案是通案，第十三案通案，第十四案通案，第四目那通案的都依通案处理。好，他们的简列就不算，就依通案处理。是，你了解了哈？了解，了解。第四目劳动关系业务冻结50万，提书面，我们这个就定案，这是委员会的啊，我们就尊重。那么第15案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第16案并委员会的50万提书面。第17案并委员会的50万提书面。第18案并委员会的50万提书面。第19案通案，依通案处理。第20案是通案，通案处理。来，第5目委员会冻结10万，减列10万，我们就尊重。冻结的部分提书面报告。21案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我们就通过。第6目22案撤案。23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24案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那就通过。25案撤案，主决议一。26案改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意见？没有。好，通过。27案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28案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29案文字修正之后通过，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30案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那我们都通过。31案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32案有没有意见？没意见。33案。没意见。34。没意见。35。没意见。36。没意见。37。没意见。38。没意见。好，进入第二项，劳工保险局，劳工保险局减列80万，冻结400万，提书面，使得动之，我们就确认。第一目一般行政39案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第二目保险业务冻结，就是那个劳工保险局的400万。所以我们在第二目保险又是冻结40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40案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41案主决议，没意见。好，那我们就通过。第三项劳动力发展署及所属委员会减列50万元，冻结240万元，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42案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43案改冻结1/20，并我们就并委员会的240万，提书面意见，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43案撤案，44案撤案了啊。第二目劳动力发展业务啊，劳动力发展业务是冻结10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啊。那么45，劳动力发展业务将启程委员提冻结太多了吧？这个是有一点多了啊、我们改1000万，好了，好，冻结1000万，提书面报告。这个来报告院长，因为哈、是不是可以再简历一些？因为我们这个预算90%都是人事费用。哦，自雇人力的那个费用都要发薪水的，我们大概90%。500了，好了，好，500。
好，我顺便报告你，三个月内你就。不要这样，我等等等一下，我爸。不然就在。不是啊，这个部长。不是，你听我讲啦，我爸爸改书面了。好啦，我爸爸改书面了。啊。对的。啊。因为你的人事。讲讲讲得好了。人事预算分配是有年份呐、啊，对，没有好啊，你三个月内你就要提过来啊，他就解冻了，你书面报告过来就解冻了，那这样啊，好了，500万，少一个你的改书面这样，好，好，谢谢，好，500万提书面报告，谢谢，46车案47，减列50万，没意见，好，那我们就通过。548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那进入主决议49案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52案主决议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就通过。51案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意见？没意见。那就通过。52案主决议通过。没意见。好，那就通过。来，职安署职业安全卫生署。委员会减列25万，冻结600万元。我们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这个确认。53撤案，第四目54案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我们就通过。55万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没有就通过。56案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见。好，就通过。57案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见。好，58案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见。好，那进入第59案主决议的部分，有没有意见？没见。好，那我们就通过。第五项劳动基金应用局冻结1000元，提书面报告。60案撤案，61案的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见。好，那我们就通过。第六项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减列100万，冻结180万，提书面报告，使得动之。第二目62案撤案，60案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那就通过。64案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通过。65撤案。好，好，他们结束了。好，谢谢。来，谢谢许部长，谢谢。好，来。277，还有200案，快了，快了，来，开始，卫福部。卫福部66原列1926亿，这个是整体吧？是所有的吧？所以我们后面的第二幕，那下面的减列数跟冻结。都会呈现在这上面嘛？好，来，66案改主决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那就通过。67案改主决有没有意见？没意见。那我们就通过。68案改主决有没有意见？没意见。那我们就通过。来，第二幕，第二幕委员会减列20万，冻结200万元，提书面，这个有没有问题？我们就照委员会的意见处理。好。69改主决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70改主决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71案改主决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那就通过。70案撤案，73改主决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那通过。第三目社会保险业务冻结168万，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那么74案改动吗？你听我讲。74案并委员会冻结168万。提书面报告。好，好 ，OK。那75撤案76改主决有没有意见？看一下，看一下，真材要看一下啊。哦，真材有没有？来，76案，赶快。来，哦，那讲完给我再就看你这一个。
我要把它淡掉。好，七十六，我们先保留一下，让我们柯总召好好的。又是一样嘛？来，五岁的嘛。七十七案改组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就通过。七十八案改组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我们就通过。第四目社会救助业务委员会动辄100万，提书面我们确认。七十九改组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八十案改组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第六。76好，我们进入到第六幕，来回到七十六，来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意见了、啊，有意见。那曾委员，保留，好，保留七十六案，保留。卫、欸、部、啊、这个可以啊，啊，你先看，我看一下内容，内容讲，内容讲什么？你先看一下。来，来，等一下，进入到先回答我问题一下，你有没有看过文字啊？有，他同仁都有看过了。七十六，你这样可以啊？啊，要他要求原住民55岁的健保费要补助嘞，这法哪一个法可以处理？哎，这个有法律问题啊。他说提出书面的报告政策。那要求你听了，嗯，对那个是吧？是吧？保留啊，这个怎么可以？真人才一点案子何垮的？保留了，因为这个他这个案子在很多地方都有出现的。对啊，不是、啊。保留哈，好。这法律问题啊，哎，来81第六目81，曾明忠委员的改组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因为曾明忠他不会乱来了，所以大家都没有意见。曾明忠他就懂了，哎，不会乱来。曾秀玲来，你的大概都没有被否决过。第七目一般行政。82案改组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83车案，第八目医政业务。82。报主席，那个80案可不可以改书面报告？啊，本来就改书面。OK。好，改书面3个月，一个月都改3个月。那个都已经通案处理。通案都、okay、就是改3个月是全部都改上，因为一个月你过完年你怎么写？所以改3个月。好，謝謝好那改书面了啊。哦有，除非是特别要求才有专案，其余都是书面。好，哦、特别要求。好，哦、好謝謝。那医政业务委员会减列30万，冻结300万，提书面，这个我们就定案。84改组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85改组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86改组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87改组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那就通过来。88案改冻结1000万，提书面。在委员会是冻结300万，并委员会的300万提书面，好，好不好？好，好，哦，就并委员会300万提书面。89改组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90案并委员会提书面报告，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91案也是并委员会的300万提书面意见，有。好、哦，可以吧？可以。好，那就这样处理。第十目，在委员会冻结350万，提书面报告。90案改组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93案一定没意见，改组决议。没意见。好、哦，我就知道一定没意见。第11目，中医药业务委员会冻结50万，提书面，这个就定案。94通案，95撤案。96改组决议，看一下吧。好，来。是不是就按情况发明呢？96了。96、97顺便看一下，96、97都改组决议。好，92、96通过，97。好，97通过。来，第12目，综合规划业务。委员会减列30万，冻结100万，我们就确认。98、99车案，100改组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那么101车案、102车案、103车案、104改组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就通过105通案、106通案、107通案。第14目，卫生福利资讯业务。委员会冻结200万，提书面我们就确认。108撤案，第15目，
减列一百万，冻结两百万，提书面，我们就确认。109案，赖世宝改减略200万，就直接这么多。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减略200万呢、啊？那倒不直接。要不要那个那个怎么样？额度很大，来，今天要不要你们不能接受？跟委员报告，是因为这边写的整个总数是都是补助各医院的。那如果整个固定的数字下来，变同删减两百万，会删到他们的整个衣服会的业务费，它只有700万，你删掉？不是，我这样子的，不调整。对啦，这个何市长减列200万。这个他没有限定你科部，你看他是写37亿， okay. 所以你是在这里边云资。好，那我们就减列200万啊、哦。报告院长，可不可以他这边因为在提案内容里面，他有提到说要删减分支计划01。啊，这个曾委员已经授权你科部自行云资了。Okay. 好，好好好哦、你要。第二天就写啊。对啊，你要感谢有啦，所以这个就很清楚纳入记录，这是有宣布的哦。好，就是科目自行云资。好，来110案主决议有没有意见？遵照办理。111案，遵照办理。112案，遵照办理。113案，遵照办理。114案，遵照办理。115案，遵照办理。116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就117案，遵照办理。118案，遵照办理。119案，也遵照着办理。120案，遵照办理。121案，也是遵照办理。122案，遵照办理。123案，这个。不啦，咱的助理都爱看。我是唔知助理看，就助理看啦，吼，这就平常本来很看。他张是写念那，改书面报告行不行？把本来就改书面报告，好、哦，改书面报告，好、哦。那124案，遵照办理，就是改书面报告啊、哦。一二四是要什么名单？一二四来要什么名单？公告什么名单？他是要做什么？来不及看呢、啊，就是要公告什么名单？好，那一二四让你们看一下来。有没有问题？现在120几？24。等一下，请卫福部说明一下120在讲什么？你这样讲给我听看看。120，哎。好，来回到120。嗯。来，120有没有来？你们觉得这么专业啊？这个太专业。对，药厂的事情是吧？医师的，来，市长，你把120说明一下，他们在讲什么？你同意是内容是什么东西？你们有没有主决议都有看过？有没有？有，连都没有在看，然后什么都同意？哎，单位都有看过，他们。那你现在先说明120在讲什么给我听看。你每个都同意、这个？这个是主要利用所谓那个访单上面的列的内容。这个可看起来就是药商的代表在写的吧？啊，立法委员怎么会写这个？医师司的。来，顺便看一下，顺便看一下124、125、126，顺便看一下。121也是一样嘛？啊，好，那121，顺便大家都看一下120、121，这两个有没有冲突啊？都许可会的啊。那个 of label use 的那个120案，120案121在讲什么？那个已经遵照办理没有问题。接着说，你要说明一下这个案子。没关系，我就很纯的就是针对这个Cytotech 的这个已经没有use的部分呢，我们已经啊，就用华为打开来，因为讲这么好接的呀，这个哈，这个要害不一定救济。然后要取得
患者书面同意书，是指现场才花的，是指把他争取要害救济的权益冻结，是不是？这个疑虑看起来有这个疑虑哦。没有，但来自于那个廖委员要求我们的部分是说，要我们做一个这个知情同意书，然后我们也已经委托这个妇产科医学会在做。就是给民众、這個、啊，靠在肩膀安那写，不是因为你这里写说要，因为你他这里所谓的同意书的内容指涉的哈，都是对那个当事人不利的项目哦，什么要害不救济啊，然后。应该这样，使用风险啊、就是说，世界妇产科联盟呢，其实针对这个 Cytotec 用在这个引产这部分，有发了一个指引。那我们现在那个廖委员要求说呢，我们也要去做一个知情同意书，跟病患充分的说明，让病患了解到说，不是这种同意书，你这样要害人，跟那个手术同意书一样，签起来心里都很不舒服了。好，120案保留，120疫情保留了，120案保留，厂商的利益，所有的要害。120保留，124呢？来，那李破啊，那小燕，120保留，123通过，124呢？遵照办理，你遵照办理，这边有意见呢、啊？来，我是要问他要你们来124。公布这些出席名单等等有没有什么副作用啦、啊？这个为什么要公布啦？我是不了解，需要知道啦。我不信啊，这个保留着。这个124。124的部分是提到，就是我们在讨论的案子的时候要直播，那要征得大家的同意。那这个部分我们都已经在遵照办理了。会后于官方网站提供出席名单。我解释一下，就是当时那时候发生是临时才决定要直播，然后引起纷争。那我们是善意的，就是说你开会通知的时候就要先征询要不要直播，事先讲好，不要现场再决定要不要直播，大概是这个意思啦。哦，那你直播的时候是谁来参加？讲不是的，管委，卫福部都觉得他已经在执行没有问题，我们一直在质疑他有问题，你就请卫福部讲就好嘛。他说已经在执行啊，这个内容他都在执行了。一二四是吧？啊，那我们为什么他在执行说没有问题啊？我们一直要帮他说这个有问题。因为有几次就真的是。啊，现在他自己已经坐在那里讲没有问题了。所以你就说你为什么没问题？啊，所以124没有问题。对。好，没有问题，我们就通过。125。遵照办理。可以哈。对，遵照办理。他刚120也说没问题，那个保留。对啊，所以还是要标一下。来125，我们就通过126。遵照办理。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我们就保留120、121。来进入疾管局。因为厂商这样、啊。来，防疫业务啊、哦，疾管局防疫业务。委员会检列500万冻结1300万，这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提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啊！哦，书面报告来。没有。127撤案，128撤案，129撤案，130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来来来来，那个党团这边先听一下，130案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131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东团家也听一下哦，东团的助理嘛听一下哦。好，好。132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我们就通过。133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我们就通过。134、135、136、137撤案。138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139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140撤案。141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哦，现在到食品药物管理署了啊、哦，第三项食管署啊、哦，食管署他在委员会被检列3530万，冻结1亿
9150万。那么针对在第三项委员会被减列跟冻结，使管署卫福部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没有，是没有问题，是。那个，你不行。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委员会一确认，后面就委员会确认。那这个对案呢？这个对案我们来，先提出来。下面有一件提出来。是这个三七一页是三木的，哎，不是，这是整个的。好，哎，报告主席，报告主席，是。我看一下啊。哦，这个不同管理业务了啊。食品药物管理业务了。对啦，这不同。那个有那个。好了，我们现在针对啊。第141案的委办会，这个是通案了啊，但是他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141案委办会这个没有问题，是啊，但是这个还是要依通案处理的哈，是，只是附加主决议。142国卫理会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143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144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145就撤案啊、哦。不过原列28亿，我们现在先保留委员会3530万冻结1亿9150万，这个先保留，后面再做处理。是。好，来第一幕科技业务简列。680万冻结2000万提书面有没有问题？第一幕，没有问题。好，146案这个是通案，我们依通案处理。147案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148案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这个都通过。149撤案。150案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151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152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153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通过啊。现在第二幕一般行政啊，冻结150万提书面才能啊动之。154案撤案，155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通过。156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第三幕食品药物管理业务改啊、哦，原列153426万5000元，减列2850万元，冻结1亿7000万元，这一方面有没有问题？报告主席，我们希望有。在第一幕第三节，这里所删减的这个部分，因为是第几幕？第三幕的第一，第三幕嘛。对，第三幕。现在是第三幕了。第三幕是第三幕第一节，因为是跟我们食品管理相关。我是以幕为主，是你不要讲到节，你就讲说这个减列2850万元，冻结1亿7000万。以这个目第三目食品药物管理业务，是你这边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我们希望被减列的2500万，这里其实2850。对啊，其中的2500万，我们希望这里不要减列。他有没有指定减呢？好，有没有指定呢？那个时候是有啊，这边食品管理业务就是减列2850。哇，这样一句话是讲来对指定2500万是边境管理嘛？食品工业管理啊，不要指定的可以就可以嘛。不要指定，好。没有，你15亿嘛，对。你的年内15亿嘛，这一幕有15亿嘛。第三幕是15亿，是吧？对。说明他被在委员会减多少？2800自行调整都可以。第三幕原来在委员会减2850，对啊，啊，那怎么样？希望说这里不要减列的话，就是等一下，我来处理哈。
现在委员会在第三目食品药物管理业务，我们总共有第一节跟第二节嘛，啊、哦，是第一节就是食品药物管理业务、食品管理工作，还有一些委办会，那个有通案呐、啊，哦，那你我现在是针对你所有的153,426,500元，第一节、第二节我都不管呐、啊，哦，我们现在。委员会是减列2550万元，你现在不要指定说哪一个节，好，不要，我就用整目。是，你希望能够减列多少这样子？减列1030万元。好，那我们就修正减列1030万元。那冻结的部分呢？冻结可以，冻结，总预算15亿，好，1亿7000万提书面，是这样子吗？院长他自己也搞错了，没有搞错，我这样讲他听得清楚。我现在我在讲各党团注意听啊、哦，我现在是以目来处理预算，我不进入那个节。如果有特定在节里面的，我也会把它并入目。注意，它总是28亿。所以第三目原列153,426,500元，我不管第一节、第二节，我是用整数。你就是怎么样，你们好做事情。你就是说，从2850万元减列1030万。但就是在这一幕里面，你自行云知是好、哦、对不对？对，好，这个就确认。那冻结1亿7000万提书面，这个有没有问题？报告主席，我们在第三幕这里希望是减列350万，冻结的就依这边是。没有，一句话是第三幕，当然都搞不清楚。好，现在是这样，院长，我描述一下好不好？好，一句话是安尼啦，第三目第一节食品管理工作哦，在委员会被指定减掉，减了2500啊，2850了。他现在要不要把会？他不希望这个被这第三目第一节食品管理工作里面被减这个数目啊，没有办法做事嘛，对不对？对吧？所以你鬼是不指定就好了嘛。是，你叫书一里面，你这个之前算是全部的28亿呀、啊，而且嘛，第三目有总共15亿嘛，三目只有300，总共15亿，哎，总共15亿，然后不要，不指定了、啊，告诉我他偷偷要减多少就好，三百五，对，我再讲一次啊、哦，来。我现在哦进行到第三目是食品药物管理业务，你们编列的预算是153,426,500元，对对不对？对，那不要进入到节，好，因为我处理是目，是，那我让你在第一节第二节的经费可以自行云资调整， 是你们要委员会是减列2850万，是，你们是希望减列多少，你们才能够推动业务？350万。好，那350万，十五亿减350万。对，对，对，第三目是350，减列350万。对。103，你是这里就变103。好，不要紧了。啊，不给你。不指定什么、啊，好不好？可不可以调整了、啊？好，本来是有指定的、啊，你现在已经改没有指定了、啊。不然我一开始就说不指定了、啊。这个有没有意见？好了，那冻结的部分呢？啊，是，对不起。冻结有没有意见？啊，冻结没有意见。好，提书面啊、哦，好。是。来，157改组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158改主角有没有意见？它上面是要专案报告，是不是可以改书面？好，改书面。书面了。好，改书面啊、哦，这样就没有意见啊、哦。是。159车案，
一六零通案，一六一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一六二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一六三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一六四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一六五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一六六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一六七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一六八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一六九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一七零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一七一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一七二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那改主决议全部通过，现在进入主决议的部分，一百七十三案文字修正之后的。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看好哦。拿给你拿，这三。好，一百七十四文字修正之后的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这个郑秀玲委员的都没有意见了哈。一百七十五文字修正之后的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一七六有没有意见？遵照办理。一七七有没有意见？遵照办理。一七八有没有意见？遵照办理。好，那就这样子哈，谢谢。好，来进入中央健康保险署。中央健康保险署被减列200万，冻结650万，提书面后使得动之，有没有意见？好，那我们就确定。那么。179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好，那我们就通过税出第一目。180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181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182并委员会的650应该是第一目是450但是我们刚才已经把它加总，已经是。总共是650，我们并入委员会的650万之内提书面，对，好，可以接受啊，好，好，就是刚才，可是报告主席，182是后来是跟省委员报告是改动1000万并决议，我现在你就听我的啦，哇，你们都，我刚才已经宣布并入。总你们健康保险署刚才冻结的650万，然后提书面意见。好，谢谢。153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183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那就通过。180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184没有意见。184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啊。来，健保业务就是刚才。一样的冻结，就是并委员会的650万提书面报告，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186改主决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187改主决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188就并650万改书面报告。好，谢谢。189主决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通过190车案。191改主决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192改主决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193改主决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来进入主决议，总共有几案？六案。三案。来，194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194案的前面两个都一样，都保留嘛，都是可以的嘛。来。要保留吗？保留。好，194案保留。194案保留。195，前面两个字。遵照办理。195。195遵照办理。好，那通过196，文字修正之后。对，没有意见。196，有没有意见？OK 啊，这好，那就通过。来，国民健康署。来，国民健康署委员会减列550万，冻结200万，提书面。有意见。好，197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
198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199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第一目200并通案，201通案，202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第三目就并刚才啊。203改组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204改组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205通案，206通案，207改组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208改组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209改组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210改组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21撤案，212冻结十分之一，这个是怎么冻的啊？对，我们就并委员会冻结100万提书面，对，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213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214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215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216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217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218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219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220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221并委员会刚才的冻结书提书面。好，222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来223到225三个案子，223主决议有没有意见？遵照办理。好，224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224在讲什么东西？遵照办理。224来在讲什么？来回忆一下。怎么遵照人讲来看看？真的啊！呀，尊长，你来我前面跟我讲话嘛？要做那个。我话就哪关键，这也这么复杂，都有很奇怪。就是那个，有关先天性异常的那个婴儿筛检的部分，加紧。婴幼儿筛检，先天性的婴幼儿筛检的部分，有增加这个调整这个内容的部分，我们遵照办理。好。那只要柯总，因为他也是医师哦，他看过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了，那二我们就通过。来，第六项社会及家庭署，减列60万，冻结220万，提书面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来，第226案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27、28、29、230、231、232都。撤案。第四目，233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234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235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236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237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238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239撤案。240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241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242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那主决议两项，243案。我们建议改书面提书面。好，提书面，时代量可以接受啊、哦，提书面。好，那三个月提书面。好，可以。好、哦，这边有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通过。244文字修正之后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那就通过。来，环保署。谢谢，好，谢谢啊、哦！来，那个，最后一个单位哈。好，来环保署在委员会被减列1180万，
冻结2亿1825万元，提书面使得动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我们就确认。245通案，246通案，那一般行政第二目啊，247改主决议，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我们确实表现不佳哦，是不是？因为你们说我们表现不佳哦，确实哈、哦。我们立法院的决议被你们写成我们去确认我们国家在气候变迁指数表现不佳哦，还可以再努力的、啊、还可以努力很多、哦、努力的好。248我是不会写这种东西。改冻结1/20提书面报告，我们并总数的2亿1825万提书面报告，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可以哦。249案改主决，有没有意见？没意见。好，250通案，51通案，252通案，253通案，254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254没问题。嗯，好，那我通过255通案，一通案处理。第四目256车案，257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258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第五目水质保护冻结100万元提书面，259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260就并冻结100万提书面，没问题。好，第六目废弃物管理261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262就是并冻结委员会的预算，好、哦，冻结委员会的预算提书面。啊，没问题。好，并委员冻结。第七目卫生啊、管理第263案也是并冻结委员会的。这个是你们是被冻结2亿多嘛啊、哦？然后就冻并，然后你们提书面，没问题。好，第八目一样并委员会的冻结提书面，第264案，264案哈，没问题。第265案车案来主决议，266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267，这边是不是专案报告改成书面报告？好，那你们看一下，提书面报告，改书面报告3个月啊、哦。好，3个月。好，那就修正通过。对，268也是一样，是改成书面报告。好，提书面报告也是3个月。269一样是改书面报告。好，然后270，没意见。好，那就通过。271没意见。那就通过。272没意见。那就通过。273没意见。好，那么毒物及化学物之举委员会减列1100万元，冻结1921万8000元，提书面，这个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我们就确认。对，那么第274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275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就通过。来，现在276改主决议，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第五目啊，277撤案。好，那环保署结束。好，来，我们要念一下，我念一下啊、哦，最后再10分钟就好。教育的那个，昨天还有一个决议文。跟那个廖柳栋啊，有2个48、49，他同意撤49，保留48。好，我再宣读一下啊，那个各党同宣读一下，内政委员会啊，我们保留48、49案，那么廖国栋委员已经签出，他撤49案，保留48案。好，撤案。然后昨天哈、哦。
145、147两案哦，院长才是这两案由时代力量写主决议，现在时代力量写147、145不提了，好，147，但是陆委会不同意。哪一个？就是刚刚那个陆委。来，那么，这个这也是内政委员会嘛？对，内政委员会。内政委员会哦，145案、147案，那么145案。时代力量党团这个是主决议他们就不再提出147案保留，好，继续保留147要保留，还有哪里？我谈一下吧，147案哦，人家说两岸协议监督督理条例尽速立法，现在还有协议可以处理吗？就是刚才我们已经就是卫福，两岸能不能就是那个营建署跟教育部那个。起码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啊，起码人家敢提这个问题，没有什么，不可能有这个协议的。哪一天他突然脑袋一转过来要跟你协议的时候？现在我们已经53，两岸人民关系53期待了。好，这个高度政治有这个那就保留了。提这个东西非常奇怪，保留了。来，那保留，好，147保留。来，那么还有时代力量里面看150-2，150-2。有一件保150-2也保，教育部不是他后来那已经都市长来，他已经讲过，他已经跟那个劳动改，就请都市长进来讲，要进来讲一下，对，进来讲，因为我已经妥协了，我是改成是说改原则，个性，他刚刚跟我们党团说，这是教育部提出的案子，就是来，你这个150-2有没有问题？跟委员报告哈，已经跟委员跟部长确认，我们配合办理。可以嘛哈？对，委员则。不然我怎样？你改委员则嘛。好，那就通过152-2通过。来，还有没有什么要处理的？各委员会还没什么？好来。财政的电章你再宣告一下，就是这样的。电章可以啊，那财政部写的吧？对。那电章这个没有问题啊。可以啊。好，这没有问题啊、哦。好，那我就签名哦。好，签名。好，好，那现在我要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朝野党团协商研讨项目一讨论程序一协商顺序为先行讨论通案决议再一审查分配表首排定各委员会税入税出部分。送院会处理项目之顺序讨论，最后再行讨论机密预算部分。以协商沟之单位如无未决之提案，则不再处理。我们就不再重新够有人提案了嘛，就是依照这个处理。难提新难的对吧？难买啊，都拢耍。二决定事项一，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机密部分审查总报告首类未送院会处理项目。除确有挚爱难行者在协商，依协商结论通过外，其余均照各委员会审查会议决议通过，致送院会处理项目。协商有结论者，依协商结论通过；协商未获结论者，交付表决，并依表决结果通过。另党团协商之冻结内容，经并委员会冻结案处理。依协商结论通过者，均不再予以宣读本中一一续名。这个通过，我们就不再念那个内容了啊。二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先行审议单位预算，其涉及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均暂照类。四附属单位预算审议确定后再行调整，这个是好。三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税出正式别部分，随同税出机关别审议结果予以调整。第四，各委员会审查结果含机密部分，协商结论均应依通案决议办理，不再足以与各机关协商结果续名。各机关均应切实依通案决议核实分别删减，为各委员会审查删减数。如遇通案决议删减比率以各委员会审查删减数为准，未达通案决议删减比率，则增加减类不足之数。
对啊，没有错啊，没错了，都照过去的惯例来处理、这个、对，都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啊、处理协商结论，协商结论就这个是协商结论了啊、那个是预算的程序交给财委会处理，我们就讨论下礼拜一的那个整个的流程啊、你 copy 给大家看，那看了看有没有什么意见，觉得比较好。有有有，您先看一下。那个，来，各党来。那我宣读一下啊，协商结论啊，协商结论。决定事项一，各党团同意本109年度总预算案之讨论程序及决定事项，如附件一。通过刚才我念的那个字符，如附件一通过，针对各机关所属通案删减用途别项目，挂符函行政院主计总处。整理之明细内容，如附件二。通案提案及各委员会通过之协商内容，含保留部分，如附件三。由各委员会整理宣读本及保留本，上开附件一至三，交财政委员会会诊。1月18日星期六下午10:00送各党团。1月20日星期一上午10:00完成确认。啊，毕供。同日上午11:00院会处理，你的意思是11:00才要处理院会？那因为宣读本以往的经验，只要念超过30分钟就进入保留本的表决。那所以还是要下午才有办法。所以中午一边吃饭一边没有啦，没有中午要休息啦。中午休息，因为他最后一天。中午要休息啦，中午你的话就是不用是10:00，比方说你弄成9:00确认。9:00确认。9:00确认，10:00开会。我们保留多少案？什么叫九点确认？确认是目前到40案，保留到40案。40案大概表决要1个小时啦，但是你要不要发言？不会，不协商过来，底下就有发言的那个时间。看下等一下要不要发言？来，院长，我们可以，我们这样确定哈，因为当天也我们要开个短会议，跟他说明一下嘛哈。所以先确定说，那古店没开始表决。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流程是这样子的哈。我一定要确认嘛？对。那确认的时间，我先要处理确认时间。好。确认时间是要9:00之前确认嘛？好不好？都会确认啥？妈，个党团都那看见，够看见。你都爱看这边啦。看这边哈。好。那9:00确认，我们要多少时间？确认之后再来。在整理，确认之后整理，如果没有问题，大概多久？这个还要印啊，还有要印的时间。那印的时间多久？确认之后要多久？你们那个财委会，你们是安排1个小时啦啊、哦？那假设10:00开始院开始嘛哈？10:00开始院会。对，但是那个很快。很快。现在竞争时间会这样吗？那等一下来。10:00开始，10:30我就可以练完了。啊，10:30开始就处理保留的部分。来表馆的对吧？那保留现在有多少案？40案，大概要将近要1个半小时。那前面看要不要发言？对，一次发言。但是如果再发言的话，发言什么？这就是保留的部分。盖发言。你们可以针对重点呐哦。那民进党要派几个人？总预算案。也就是说，不分组的发言嘛，就一起啊啦，我们就所有保留案一次发言呐、啊，各一个就好了，各党各一个。各党那个国民党里面要几个？好，各一个啦。好，各一个针对保留的部分呐，挑重点去发言呐啊。好，来，那那个上午是赶快改9:00。然后10:00院会，9:10确认了哈，10:10院会就这个。然后二，本党团同意本年度总预算案会保留部分以院会宣读后均议通过，保留部分均暂保留，保留部分处理前按亲民党党团一人、时代党团一人、国民党党一人、民进党党一人轮流发言，每人发言时间3分钟，发言后举案通案各委员会次序进行各保留提案党团本党团版本之处理，安尼好唔好？
好，那这里压过十二点。会多大概十二点半呐 ，OK 啦，有 OK 啦，会多一点 ，OK 啦，想怎么样啊？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是可能最后一天啊，所以我们只有所以啊还是不花耶，不然就下午，因为中午真的有个时间让大家联谊一下，你知道吗？但是你要知道哦，你到两点半再动员来表决，他们其实那为什么我们不多个半小时，十二点半就把它结束掉？有两个方法嘛。好，这些就是吼，咱这种炒股也气炸了，咱那个只有太济啦，也是不必这么多了，啊、哦，表决表决案子可以不能没有这么多。对啊，一个方式啦，不要表决那么多也是啊。其实啦，我来算啦，哦，算我这话算我打给听。撤案嘛。我们大概十点半，可以进入保留的处理啦。保留四十案，假设四个档，那个三分钟，十二分钟啦。假设十五分钟，那花园十五分钟了啊，哦，包括走来走去，那我们大概在十点四十五开始表决啦，表决一个小时啦，所以十二点十五你就结束啊，是啊，不要紧啊，要呢。这几把，你要讲到下午两，当然休息两个半，那一些只要十二点半以前完，十二点半，十二点半以前完成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好。好，不要再重复的，不要再剩下十个案子留下午表决。然后院长，另外一个就是说，打个表格掉了吧，对不？啊，就算了。那你要不要留时间？下午就什么时间给要离开人去告别演说？要一气呵成，下午就没有人会来听啦。啊，下午就没有人会来听。那个本来就都在办公室听的。我们这样子啦，哦，十二点。我们尽量在十二点十五，大概我们应该议程会处理完毕啦，啊，哦，那三读完成之后，那我会讲这个会期就到这一届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我们就保留时间给要讲话的上来啦，对，登记啦，有多少人啊？哦，看登记，然后有些人不一定要讲，七十五个你会吧？七十五，七十五个你会啊？人家不一定，有的要讲啊，要讲的你来登记。每一个人看是两分钟啦，还好三分钟也好。三分钟啊，那让人家讲一下嘛。啊，没有多少个人会讲。对，没错了。有兴趣就讲嘛。有兴趣就来讲嘛。啊，不然你到下午两点半，啊，叫我一直面对下面在那边听到你在讲。哦，对了，我自己会很伤心的。哎，好。好了，我们就这样子了啊，哦。那个上午九十，那个师是改九十了哈。那现在几个案子，保留几个案子，有没有整？没关系嘛，你们尽量再协商，四十个案子，明天再协商，那减少就减少嘛。案子在哪里啊？要把案子我们就整理给你们。好，好，好，整理明天，明天拜到嘞。有一点表决了，有一点案子。好，我们谢谢大家，就散会啊，好。